一直觉得人怪怪的。爸爸眼睛变得不好，左边的视力只剩下一半。不能放弃，黄瑞杰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世辉他曾经签署过一份器官捐赠同意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没有死，我好幸运。可是我换来的是什么生活？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台新普利叶酵素 NMN 额外旅程。